你是啥？最美康巴汉子，呀，1米97，还是个学生，感觉能把一手把咱们拎起来。这平时我觉得要平时旅游旺季，应该挺好玩的，应该找个小咖啡馆买杯咖啡喝。 我们可以等你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饮料。这个牛怎么卖啊？ 这么贵吗？200卖吗？那这个手工做的，好贵啊！手工做的，最低价的300块。好贵啊！给你们看一看，嘿嘿嘿。 你们是彩排什么呀？啊，丁真要来直播。丁真呀、啊？嗯。你们知道有多巧吗？嗯。丁真要来这儿直播晚上。这个咖啤厅啊。对。他会在整个古镇转，然后介绍。哦。然后他9点钟到这儿来。哦。丁真要来这儿直播？啥时候？7点。他7点会绕着古镇一起直播，然后9点会到这家咖啡厅。太巧了吧？丁真要来这儿直播晚上。 找他玩吗？但是无所谓吧，反正找不找他，没有，就是他既然在这儿的话，我们就是能见，我觉得见面哈哈两句的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算了吧，我也觉得算了。太晚了，主要。嗯，反正真的就是你来这儿了，就跟你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，你来了你不见一面，可是碰到找他说啥呢？不说啥呀，就哈了两句，走吧。还有刘昊然，刘昊然是咱们组合的交际花，看我。 问一下多少钱？10块。79。300。300？你为什么买它呀？买着摆回家玩。没必要吧？没事干，总得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吧。这也没有当地特色呀。哪溜达呀这？这还挺舒服的，溜达溜达 ，Go。 Let's go G2。 好帅！我要把这张照片拍下来，好想你这张照片。看看人写那个文字，洁白的仙鹤，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，我不会飞到很远的地方，我到塘里转转就会了。七几年都能写出那么好的文字，对啊。有点儿像小马，我能摸你吗？ 哎，他好乖啊！小鹿，向你敬礼，小鹿，小鹿，因为他点头了，他也向我们敬礼了。这景区入出口了，这已经是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先去那个什么高处啊？对。啊，这么大个坡儿！<笑>我们赛跑吧。 嗯，赛跑啊！不不不，没必要没必要。看谁最后先跑上去是吧？鸡贼！等一下，呼吸不过来，真的假的？我背你吧，我和浩然给你抬轿子。算了算了。 不是，我现在有点担心你，要不咱们歇一会儿？我学的可以，歇一会儿。
哇，是还挺高的。哎，走吧，没事。希望这个景观值得。要是不值得的话怎么办啊？看一眼。You check my nerves and you rattle my brain. Too much love drives a man insane. 靠！真有精力，小伙儿。还年轻，精神小伙，精神小伙。什么景点啊？这是景点吗？哎，这不就是爬山吗？哇，哇，漂亮！哎，让大家看一看，来，入，啊，能拍出来吗？很漂亮，还有那个炊烟，看里边。落日余晖，我收回我刚才的话，这确实是一个景点。啊，值得这两步路走的。不过累也是真累啊！哇，牦牛，牦牛，牦牛。